主持人朱一刘晨。我退真可爱，敌人闯关我挂帅。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敌人闯关我挂帅。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搭档，哎，刘晨老师。大家好，欢迎。在我身边的这位大姐呢，不是，这个讨厌，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朱毅先生。谢谢。这个来到现场的100位朋友，100位，这100位他不光是观众，那是什么呢？他全是选手。那你跟没说一样吧？跟往常完全一样，是一样。总结来说，我们是100名选手同台对决，10强选手脱颖而出，一题定胜负，今天大逆转。哎，看看今天怎么样啊？今天厉害了啊！今天来的各行各业，哎呀，真的不简单呐。有道是人上100，叫做形形色色。对。我打听了一下，我说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。怎么个高级法呢？那特别渊博，特别高。这事儿一说你都不懂。比方说我们这个62号朋友，这位62号，这位哦，你猜他是什么职业？那我猜他肯定是个好职业。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职业是？我曾经是那个一个设汽车设计的。汽车设计。汽车设计。这个座不能装在后备箱里，谁发明的？这位。不是，那不是他发明的。那你是方向盘要安在前排。这位。他落实的。明白这意思了吧？哎，你这老大喘气不成啊！汽车设计师，还有比汽车更厉害的，那什么呢？就是飞机了，那就是。对，我们这现场有一位修飞机的，我猜对了，53号这位朋友是吧？哎、请告诉大家您的职业是？职业是什么？空军地勤，修飞机的。哎，那就对了啊！您修过什么样的机型？我那是这个轰五，轰炸机五。轰五，哎呦！注意这个发型是不是就是您那个轰出来的？我这是被那尾气轰出来的，是吧？我这就是属于轰没了，烧没了。很幸会啊，谢谢您。您好，您好啊。还有高端的，高有。你看，您拿我来说吧，大家都知道我特别喜欢玩摄影。摄影，以前咱观众里没来过什么特别专业的那摄影的，你知道吧？那今天有，今天不敢说这话。22号，来自中国照相馆的资深摄影师，您好。哎，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照相馆的高级摄影师。哦，您怎么称呼？我叫刘云岩啊，刘大师您好，我们当家子。哎，对，我也姓刘。好，在22号身后，59号也不得了，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两位英俊潇洒的主持人，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研究生，我叫罗宁，就是会聊天，真是。据说你最大的本事是歌唱的特别好，对吧？那给我们唱一首吧。永斋中国科学院卡拉 OK 第一名，知道吧？这跟你们的才艺比起来，纯属小打小闹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来，各位掌声欢迎他给我们来一段啊！有请。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。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谢谢。太好了，真情流露。好了是啊，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，当然也有很多啊，比方说还在上学的朋友啊，也有一些朋友呢已经这个光荣的从这个岗位上退休啊，但是呢一肚子知识咱们上哪儿去展示呢？我们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舞台，我们这平台多好啊。没错啊，今天到节目的最后，100位选手里边会有一位获得本场最终的冠军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。哎，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一位古代人物，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相当的有名。我这么说吧，我相信在场有很多朋友跟他是一个姓。哎，对了，一定有重姓的。中国的大姓啊，还是个大姓。百家姓虽然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，冯陈楚卫姜沈韩杨，哎，朱秦有几何？哎，这有我了，有我了，坏了，还没我呢。给你，我背不到有我呢。但是。
但是传统上说中国的大姓呢，一般会说张王李赵，赵张对对对，对吧？遍地流，遍地流，有我了，有我了，姓刘的其实特别多。对对对，汉朝那会儿开始，今天这人不是不姓刘吗？他不姓刘，但是他有个姓刘的哥。哦，你明白这意思了吧？刘大哥，刘大哥，刘大哥讲话。刘大哥，说了这么半天，大家都明白了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，他是这个大姓，然后他又有一个姓刘的哥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谁呢？他是。问问大家伙儿猜的好，来，大家猜一下，大家是谁？是谁？哎，张飞，张飞。那么所有的题目都围绕张飞展开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，是一百进十。一百名选手答题，答题时间是十秒，答对进入下一题，答错直接淘汰。本关最多八道题，最后选出答题最准确最快的十名选手进入下一关，看谁是又快又准啊。好，答第一题之前先看一段 VCR， 请看。无牛不马济苍天，不幸徐州曾失散，恼恨呐、啊！红莲的他香草满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袁氏海鲜哦，老前辈 啊，是第一道题啊，哎，请看题。张飞姓张名飞，字什么？请出选项。一玄德，二孟德，三义德，四祖德。这应该有难度，没错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来看一看这四个选项各有多少人支持。咱们看一看啊，有七个人选的是玄德，七个人选孟德，张玄德，张孟德。哎。有81个人选择义德，那么玄德是谁啊？刘备刘玄德呀，刘皇叔。孟德呢？曹操曹孟德呀。正确答案是义德，姓张名飞，字义德。哎，好，恭喜这81位朋友，恭喜恭喜。好了，那么所有灭灯的朋友很遗憾，后边题你们没法答了。不过你们可以给旁边人出点主意，馊主意也行，争取把他们也带沟里了。对对对对，好，来各位。依然跟张飞息息相关。第二题，张飞在从军以前是做什么的？请看选项。打铁的，卖麻子的，卖肉的，打草鞋的。第二名你选什么东西？他仿佛啊，打铁的有劲儿，对，是不是？要不然怎么那么黑呢？对吧？熏黑的，熏黑了，烟熏灶，黑张飞吧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怎么那么黑？哎、对，怎么那么黑？哎，有赛张飞，有这么赛过李逵，对对。你看怎么黑的都是灰灰折的，奇怪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四个选项，哎，各位的选择是。有71个人选卖肉，哎，俩选打铁的，打铁的是哪两位选的打铁的？咱没意见。哪两位？七号选的是打铁。您为什么要选打铁的？我觉得他长得挺黑的。你看，跟我的看法是一样。理由一充分呐、啊，是吧？打铁的就是黑，对，很有道理。是，还有人选是卖耙子的。对，35号来，35大姐肯定爱看《西游记》。是，对，那手巧，手巧。我觉得他什么都干过，所以就、大姐的意思是说他多面手、哎、什么都会点，这最熟。其实你看，除了卖肉的之外，选打草鞋的人最多。哎，真是。比方说81号大姐，我想那会儿挺困难的。对，朴素，有道理。那是什么时候？后汉，真是民不聊生啊！可不是吗？是吧？董卓横行啊！对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大家都没草鞋穿。是是是是。那么张飞呢？那会儿作为一个富二代，就是因为他们家里草鞋生意做得好。哎，
是不是？要不怎么能吃得这么膘肥体壮呢？没错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来，道理，嗯，我们来看一看，正确答案是卖肉的。打铁的不是啊，打铁的是隋唐的御史公。哎，对，嗯，那上面卖草鞋的是谁？卖草鞋的是刘大哥。哥，刘大哥呀。卖耙子的是谁呀？卖耙子是程咬金。程咬金还真卖耙子。对，隋唐的程咬金卖耙子。哎，好了，接下来啊，下一题，请看题。请问张飞趁手的兵器是什么？请出选项。方天画戟、勾神飞枪、丈八蛇矛、三尖两刃刀。时间到了，哎，来看看各位的意见如何。有一位选方天画戟，一位选三尖两刃刀，嗯，两位选这个五勾神飞枪，67位选丈八蛇矛。哎，正确答案是丈八蛇矛。恭喜67位啊！哎，刘老师，哎，请问三尖两刃刀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是西游记的故事。三尖两刃刀是谁用的？这还真是西游记的故事，嗯，咱们二郎神杨戬用的。哦，它有三个尖，三个尖两个刃。哦，哎，这能扎还能砍。哎，对对了，来下一题，请看题目。请问传说张飞睡觉时最大的特点是？10秒钟的时间，请看选择。鼻息如雷，咬牙吧唧嘴，睁着眼睛说梦话。鼻息如雷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打呼噜，咬牙吧唧嘴，吧唧嘴就晚上吃好了，梦里回味一下。第三个这个太神了，睁着眼睛多恐怖，啊，死不瞑目，不睡着了，不是睡不瞑目。对，最后一个说梦话，这一般人都有，应该都有啊。是，是，嗯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。哎，齐刷刷睁着眼睛，正确答案是睁着眼。这个毛病可不好，是，这也是个病，就眼睛太大了，睁又大又圆，哎，眼皮盖不住，是，所以就想闭闭不上，睁着眼睛。嗯，好了，还有65位啊，还有65位，来下一题，先看一段 VCR。西瓜拿了回去。是，我拿回去，我正要拿回去，我拿回去，我拿回去，我。哎呀，这瓜我怎么拿得了呢？战仙，你可中了俺老张的计了。杨德富，啊，你空着双手，啊，尚且拿不了这三个西瓜，那妇人。妈呀，怀抱婴儿手挽包袱又怎么拿得了呢？分明是你调戏不通，反来不告。好，张飞审瓜，童年的回忆。接下来请听题，以下对张飞评价正确的是，来请看选项，请示开始。有勇无谋，胆小怕事，粗中有细，谨小慎微。你怎么看张飞？那张飞那是个有勇无谋的人吗？也有可能啊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选择，来，啊，有4位选择有勇无谋，1位选择谨小慎微。哎，咱们先看看这89号，来，谨小慎微，89号。他睡觉都睁着眼睛嘛，我想他做事比较谨慎小心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睡觉睁着眼睛不是眼皮不够长，是是是，是因为怕呀，在观察。那胆小怕事也很像啊。哎，那胆小怕事太贬义了。那倒是，谨小慎微不算贬义，略有点啊表扬的意思。哎，啊，是特别有道理。是，好，那个有4位选有勇无谋的啊，比方说你看61号撇嘴了啊，就是你吧。哎，啊，我那故意选错，把机会让给大家。这种什么作风？真是，他现在认为他已经错了啊！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，其实是，真是粗中有细啊！先恭喜60位，60位啊！那么说到这个张飞啊，粗中有细，嗯，那是有道理的。我们不能凭这个一两件事来说一个人，但是有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啊，猛张飞意事炎炎。哎哎，嗯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说是第63回啊，《三国演义》上，张飞领兵
自南路汉道奔取西川，行至巴州城，与西蜀人员居首挡关，双方几经会战，不分胜负。张飞苦无对策，想起临行之时军师赐给锦囊一封，拆开上写若要擒严颜，除非两个章。随从军中选得似非之人徐大汉冒名前往，严颜以假为真，中计被俘，后经张飞苦劝，终于降归刘备。演得太好了，你刚才一个人演了几个角色？有好多角色，好多角色，累死了。正好我们京剧啊也有这么一出戏，就叫《过八州》，哎，还是老生和花脸的对儿戏。哦，也就是说张飞啊，苏中有戏的，关键时刻还是很能动脑子。哎，啊、是是是、好，接下来下一题，请看题板。在《三国志》中，张飞鲜为人知的一个业余爱好是什么？请看选项：刺绣、烹饪，这项；抚琴和书法。我要是就烹饪了。业余做饭。对对，我烹饪。鲜为人知。你那肉回去剩下了，坏了，第二天卖不出去了，怎么办呢？做点小炖肉。心中一声可发嘎一会儿，再一边吃一边喝多好。不是太清楚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选择，来。哎，有一个选烹饪，哎，你看，同行嘛。15号，您好，啊，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？我原来是首钢冶金技厂的工人。好，我以为您是首钢食堂的厨师。退休了是吧？退休了。那个您是这个也喜欢烹饪对不对？我不行。不行，所以您觉得张飞行？没有看过《三国志》，只是看过《三国演义》或者一些电视剧什么的。所以您这一想，反正这《三国演义》，我想他刺绣肯定不可能。他也是个大老粗，抚琴书法我可能他不会，所以选择了烹饪，烹饪比较靠谱。再说他长得确实像个厨师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脑大脖粗，不是大款就伙夫吗？哇，实在是说的太好了，是不是？看，好，那么正确答案是，哎，书法。《三国志》的记载当中啊，张飞确实是善写草书，哦，而且这个美人画的还不错，哦，哎，他老照着镜子自个儿画一美人。为什么在《三国演义》里不提这事儿啊？不是，他主要还是突出他更勇猛的一面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。其实呢，在很多的文艺作品里边，那张飞的形象数不胜，太多了啊。比方说接下来这道题呢，那就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里边体现。那什么形式？这个形式啊，它叫做相声。哦，嘿嘿，那不是咱俩一直说着的吗？什么形式啊？好，接下来这道题呢，我们在出题之前要请大家先来欣赏一段相声。那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，请来了一位大家很熟悉、很喜爱的朋友。是谁呢？王月波先生，来欢迎。有请王老师。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，大爷姓刘名备，字玄德，家住在大树楼桑；二弟姓关名羽，字云长，家住在山西蒲州解良县；三弟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家住在涿州范阳郡；后续个四弟姓赵名云，字子龙，家住在镇定府常山县，破战破胜，后人称之为常胜将军。这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，砍倒大盗齐良杆，夺槊三条，马落陷坑，是堪堪废命。曹孟德怀抱令旗令箭，站在山头之上，建议穿帛小将，帛盔帛甲帛旗靠，胯下帛龙马，手使亮银枪，实乃一员勇将。心想，我若收服此将，何愁我的霸业不成？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，那徐元直进的曹营一语未发，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，堪堪废命，口尊丞相，莫非有爱将之意？曹操言道：“正是。”徐庶言道：“何不收留于他？”曹操急忙传令，领出山摇动，三军听分明，某要活赵云，不要
司子龙，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，83万人马51员战将拒他一人敌命。众将闻听不敢前进，只有后退。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，二仗常胜将军杀法骁勇，跳出炫马坑，只杀了个七入七出，这方闯出重围。曹操一见这样勇将是焉能放走，率领三军在后面是紧紧追赶。追着在当阳桥前，张飞赶到，高叫四弟不必惊慌，有某家在此，料也无妨，让过赵云的人马。曹操赶到，不见赵云，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，忙问身旁夏侯惇，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？夏侯惇插手施礼，丞相，他乃张飞，一莽撞人。曹操闻听大吃一惊，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，曾对某家言道，他有意结拜三弟，姓张名飞，自己得拨万营中取上将之首级，如探囊取物，反掌关文的一般。今日一见，果然英勇，撤去某家青罗伞盖，某要观一观那莽撞人的武艺如何。青罗伞盖撤下，只见张飞抱头还脸，面如刃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海下扎扎扎一步黑钢缆，油脂钢针恰似铁线，头戴冰铁盔，二龙道宝珠缨飘洒，上前八宝轮罗伞盖着花冠云裳，身披锁大雁连环斩，内撑皂罗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跨着马万里烟云兽，手使丈八蛇矛，站立桥头咬牙切齿，捶胸破汗，大骂曹操顶针。待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，儿叫贺公贺战，贺金或天或东或朝，不攻不战，不进不退，不到而来，匹夫之外，大喊一声，曹兵后退；大喊二声，顺水横流；大喊三声，把当阳桥喝断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“长坂坡间救赵云，喝退曹操破万军，姓张名飞，自己得万古流芳，莽撞人。”谢谢，太精彩了，感谢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表演，谢谢。你看刚才这段贯口里边说的全是有那么一段哈，嗯，张飞长什么模样？对，穿什么衣服？穿什么带什么？胯下马，万里烟云兽，拿的什么兵器？没错，是。那么这是曲艺里边对他的这个形容，一种描述。戏曲里边什么样呢？哎，接下来来各位，请看题。张飞这一人物形象在京剧中属于哪个行当？请看选项：武生、老生、花脸、武场楼。这应该比较简单，这对您来说太简单了，是吧？来看一下各位的选项，来，一位选武生，54位选花脸，哪位选武生？57号，我摁错了，一摁错了，您本来是要摁，本来应该是他花那么花是应该是花脸，花，满脸大胡子啊！您那按键1跟3是挨着的是吧？不是，这眼睛花了，岁数大，眼睛花了，所以叫花眼，脸花了，所以叫花脸。哎呀，所有的人选的啊，除了57号全部选的花脸，对，是不是全错了呢？哎，不太可能啊！对，正确答案。好嘞，哎，恭喜！好，现在还有54位，实力强啊！接下来最后一题，我们先看一段 VCR。Thank you.
好，唱的太好了。这段是谁唱的？张学金老师，著名的马派老生。刚才他演的这段他是乔玄。乔玄，乔国老啊，乔国老，乔国老啊。好，接下来第一轮的最后一题，哎，请看题。张飞鹤段的当阳桥在我国今天哪个省？请看选择。湖南湖北，河南河北，这还挺迷惑人的，都在一条线上，哎，是吧？哎呀，十一号小伙子一看书看的不少，哎，你的选择是哪个？主持人你好，您好，二，湖北省，湖北省，哎，这是猜的吗？不是，我过去读书读过这一段，读过这一段，这书上怎么说的？具体的我记不太清了，但是湖北省我可以肯定，这知识点的记住。湖北省啊，十号你同意他的看法吗？也是这看法是吗？同意，对，也在湖北是吧？对，看的是同一本书，同一本书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来问一下四十二号，来，主持人好，你好，哎。你为什么选湖北？哎，你是选湖北？你是选的是选湖北？脑子全乱了。你选的是哪个？就是湖北。你为什么选湖北呢？因为以前看《三国演义》看过。《三国演义》里边说了，对，当阳桥是在湖北省。哎，《三国演义》会这么说。《三国演义》里边就说了，那会儿就有湖北省了。他那版那书不太一样，可能是，可能下面有注解，是吧？是有注解。对，此地在现在的湖北省，带皮带讲的，是这意思吧？你看的是上下五千年。哎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选择，来。哎，每个省都有，是四十八位选择的是湖北，这是多数的。那么正确答案是湖北，恭喜四十八位。当阳这个地方啊，到现在呢，当阳现在是一个县级市，是在湖北中部，是是，哎，没错没错，好，证明我们的朋友们都是饱学之士，是是是，好了，大家现在其实心都没心思听我们说什么，我也答对了，我到底是不是按的最快的？看看哪十位朋友啊，来，排在头十位的是罗宁、张永满、冯泽曾、明熙、张孝安、赵荣宇、李毅、李亚新、刘佩林、赵英利，恭喜十位，恭喜你们进入了今天的第二轮，有请梨园闯关我挂帅。您修过什么样的机型？轰炸机五，轰五。注意这个发型是不是就是您那个轰出来的？啊，我那故意选错，把机会让给大家。这是一种什么作风？真是。我跟张飞一个姓。你也姓刘是吧？我跟张飞一个姓。什么呀？是武双安张一德。哦，真不错。欢迎各位回到梨园闯关我挂帅，经过前面的角逐，现在有十位进入了我们的实际一环节。哎，这个环节很痛快啊，是只有一个人能够最终进入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挑战，但是竞争一定更激烈，很激烈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。好，来，我们从这边开始给大家逐次做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罗宁，来自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，现在是一名研究生，欢迎。非常好。这个在你们单位，你们那个就是有没有大家对你这个歌有没有什么评价？因为我们平时就是科研工作还是挺忙的，所以说这个就是只是作为自己的怡情，对，小唱怡情，小唱怡情，对对啊，欢迎你啊，好，认识一下二号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永满，我现在是刚刚工作不久，然后我现在是做系统工程师，系统工程师，这具体来说什么叫系统工程师？因为我现在做的方向是通信方面，哦，对，现在正在做的4G，手机用的3G，普及的3G，我现在做4G，那手机就是你发明的。就是那个，手机是前辈发明的，前辈发明的啊，你来谦虚，你看看，哎，好，三号，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叫冯泽曾，来自山东，我现在也是一名研究生，研究什么学科呢？对呀，电子方面吧，微电子，微电子，对，微电子，好，四号。大家好，我叫明熙，是中科院微电子所的集成电路中心的一个工程师。集成电路是吧？集成电路就是把好多线缠到一个板上。那是插车板啊？它集成嘛，是吧？不就是那个一个硅圆片，就是你电视上常看到的一个指甲片那么大的一个硅圆片，你要集成进很多个
那个小的器件啊，就这个事儿得在显微镜下完成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欢迎你啊！嗯，这四位都是高人的，高材生，工程师、研究生啊，是是。哎，五号一看就是一位老师，没错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哎，大家好，两位可爱的主持人好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客气。我是五号，我跟张飞一个姓儿。哦，哎呀，您看看您，您也姓刘是吧？我叫，哦，不是，我跟张飞一个姓儿。啊，张阿姨您好。我叫张小安，啊，我在医院工作，是主管药师。主管药师。主管钥匙，那开门是负责是？那就不叫主管钥匙了，那叫管钥匙的主。药师，你看过《射雕英雄传》吗？药剂师，黄蓉的爸爸，黄药师。黄药师，对，好，欢迎你啊。嗯，六号，大家好。您好。我叫赵荣宇，来自西三旗街道五色组合唱团。哦。哎。退休之前呢，搞材料会计。材料会计啊？什么叫材料会计啊？就是管那个单位的材料。哦。完了还有搞工会的一些工作。那个。是做这个的。哦。退休以后呢，因为喜欢音乐，嗯，所以就在那个合唱团里头唱歌。那今天不能白来。真是，您得亮一亮。您来哪段？因为我也很喜欢那个中央电视台十一频道这个梨园的这个节目，谢谢您，也经常看，谢谢您。而且呢，就是我的声乐呢，我们在合唱团里我才低声部，所以在京剧里的我喜欢老旦的这个角色，我给大家就唱两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！唱两句《红灯记》。红灯记啊。这是低声部吗？这个？我也觉得风雨狂怕太阳，谢谢谢谢阿姨你啊。嗯，七号刚才大家已经认识了，哎，这是一位空军的地勤人员。是，大家好，我是理工大学研合合唱团的，我叫李毅。您曾经是一位空军的地勤啊，空军地勤人员啊，机械员。好，好，好，欢迎您啊，欢迎您啊。来，八号。大家好，他是空军，我曾经当过海军啊，我后来对当兵转业了以后，我就去出国待了几年，然后回来以后到学校，所以我这个经历可能比较乱，比较丰富，比较乱，哎，人生非常丰富，对对，后来到艺术海淀艺术职业学校退休啊。那您那会儿是教什么专业？原来在因为在海军总院那个是搞病理的，所以我到了学校以后到医务室啊，可以对当校医啊。到现在您都没告诉大家您尊姓大名。我姓李，李雅欣。好，欢迎您啊。九号，很严肃的一位，是是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主持人好，你好，我叫刘佩林，我这个现在是一名退休职工，退休之前从事那个汽车设计工作，汽车设计，曾经在那个咱们叫三线工厂给部队生产过军车，军车，是那种大金属吗？拖炮的，就是咱们那个30周年大庆的时候，我们厂的车有两个方队，走过天安门，就是拿车拽着后边那个拖炮那个，对对对对，啊，为我国的军工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是的啊，所以有这样渊博的知识和高强的技艺，才能进入我们今天的十强，太对了，厉害了，好，最后是十号，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我是北京市环保局的一个后勤配给的。配给油料的一个退休工人，就是管后勤工作是吧？对，是，专门管给这个环保的车给加油。对对对对，是这意思哈。对对对对，是没错。哦，你听这位的嗓音没有？是，你听着感觉有没有一点感觉？有点感觉，什么感觉？就是我听见了。我是喜欢唱京戏。哦。所以我才到这个你们这个节目来，特别我觉得特别吸引人，是是是，真是。那您既然会，那今天不能白来，真是，您得亮一亮。您来哪段？我给唱一段三家店吧。三家店，好好好。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，尊一声国王宾仆听从头，一不是响马贫则口，二不是待人那八成头，
杨丽你与我来争斗，因此上发配到登州。好，唱得太好，唱得好，哎，唱得特别挂味儿，哎，特别挂味儿。这我们叫云遮月的嗓子，没错，真好听。啊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先别客气。那么各位啊，接下来进入今天决战了。哎啊，十个人只有一个名额。是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是这样的啊。十名选手答题，答题时间依然是十秒，答对进入下一题，答错淘汰。本关最多五道题，最后选出答题最快的一名选手进入终极闯关。请看第一题，来，民间俏皮话，张飞吃豆芽，他下一句是什么？请看选项，小菜一碟，矮人瞪小眼，不对劲儿。粗中有细，本来我挺肯定的，但是一出选项我有点混乱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十位选手分别选择了哪个选项。来，这好毫无悬念，小菜一碟，真是小菜一碟啊！正确答案是小菜一碟，恭喜恭喜！这里是百人对抗的答题现场。诙谐幽默，这是充满欢乐幽默的舞台。蒙古故事，生活百态。这次的互动令堂，请你在欢笑中感受国粹魅力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一同与我们出发吧！欢迎各位回到梨园闯关我挂帅。好，第二道题呢，我们依然是请来了大家非常喜欢的演员为大家来表演。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两位大家都喜欢，谁呀？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王千祥、李增瑞老师，有请二位，有请二位。怎么了？哎呀啊，你咱们这灯光太好了，我第一次发现呢。啊，哎呀，你长得太漂亮了。你没见过烤白薯吧？就我这模样还漂亮呢。漂亮，各位朋友看看李增瑞漂亮不漂亮？漂亮吧。哟，看来各位选手都爱吃烤白薯啊。不是，首先说您这个儿。怎么了？啊，不高不矮。身材适中，增一分嫌长，去一分嫌短呢。那我就是标准的人坯子、嗯、长得眉清目秀的。是啊，赤膊唇红，嗯，多好啊。好，漂亮。漂亮吗？哎，我听说您啊，您也喜欢京剧。是，漂亮的人都喜欢京剧。你看在座的各位为什么这么喜欢京剧？因为长得都漂亮，对吧？其实京剧和相声同样属于舞台艺术、嗯、对，有好多相通的地方，你给介绍介绍。比如说我们相声，嗯，讲究说学逗唱。京剧呢？京剧也是四个字。哪四个字？煎炒烹炸。哎，这啊，不是，你说的那是厨师、啊、唱念做打。哎，这是四功。四功，嗯，还有武法呢？武法是手眼身法步。哦，把手放在第一位。京剧演员到了舞台上，嗯，抬手至足都有法度在那儿管着呢。你给举个例子。到了舞台上，嗯，男性角色 啊一指都要这样指。哦，两个手指头，对对、嗯、这叫剑指。剑指，一个是精神，嗯，再有一个呢，观众离得远看得清楚。哦，这是男性。嗯，女性旦角啊要这么指。这叫兰花指。我看你这个可不像兰花指。我这像你像这十根小棒槌，你手指头太粗。粗一点。嗯，京剧的在舞台上的动作，嗯，都离不开一个手。哦，最基础的是什么呀？云手。云手啊，拉云手之前、嗯、要拉一山膀，拉一山膀，好，带，哼，好，够精神的。这是武声。
老生小生也拉山膀，是吗？拉出来的云手要低一点儿，看哦，显得文静。哎，五丑，五丑拉出来云手，干崩利落脆，噔噔，整个一十千投机呀，这个花脸啊，张扬，蹦，噔，噔，好，动作都特别的夸张。旦角五旦刀马旦啊，拉出来美，掌声蹦，噔，噔。显得特别的俏皮。京剧跟相声还有区别，什么区别啊？我们相声表演要说话，哎，说普通话，主要靠说。哎，京剧也有一句，人家内行说的，说什么呀？七分白，三分唱。哦，但是京剧道白呢，大部分都用韵白。什么叫韵白啊？中州音，湖广韵。那你能不能给大伙举个例子？比如说有那么一出戏，哪出啊？龙凤呈祥。哦，三国的戏里面有一折，大家非常喜欢。哪折呀？芦花荡。那是张飞的戏。对呀，诸葛亮派张飞扮成一个打鱼的，埋伏在芦花荡迎接娶亲归来的刘备。张飞上场以后有很大段的一段舞蹈，然后呢念四句诗，就是用韵白，一边念诗一边做这个舞蹈动作，又好听又好看。我听明白了，又有舞又有白。是，那今天你就为我们白舞一回吧。白舞？哎，对对，大家鼓掌，让我学一学这段念白和舞蹈动作。是啊，好，我来一试试吧。试试。好，不行了，胳膊腿也老了呀。张飞 啊，张飞硬功是架子花脸。对，架子大大一点。好，曹丽英，忙谁？与父我壮。这抱头换的眼气轩昂，胯下千里五追马，这仗打狂，脆脆脆脆。什么呀？是无双安张一德了。好，真不错，有精神。哎，这就是中州音，湖广韵。哦，张飞是哪儿的人您知道吗？张飞啊，张飞是河北人呢，河北涿州人。哎，属于保定地区。对，属于保定地区的人。哎，其实保定人说话不是这个味儿啊。那保定人怎么说话呀？哎呀，保定人说话呀客气极了。是吗？也好听。两个人走大街上一见面说出话来这样。怎么说呀？你干什么去？哎，我吃饭去呗。哦，吃什么呀？吃什么呀？吃的是驴肉火烧。驴肉火烧，保定那个地方驴肉火烧做的最好吃，香。这张飞到了舞台上，只能说这种韵白。哦，他不能说家乡话。那他要说保定话呢？没那么说的。那显得多亲切，也不好听啊。这么说他保证好玩，他不像京剧了。我看可以试试，大伙儿也准爱听也爱看，对吧？你看，大伙儿欢迎你来。我来了，张飞啊，说保定话，说家乡话啊，试着来了啊，试试。曹豹儿，曹谢儿，像个打鱼的不？吓了，太吓了。脑袋瓜子，像个胡头儿，俩眼一瞪。像个煤球儿，骑着大黑马，手使大扎枪，嗯，谁卖驴肉火烧的？哎，就这个。好，谢谢梁老师，谢谢。刚才这段相声是非常著名的一段作品，是啊，对，好了，这相声也听完了。哎，各位，第二题，请看题。张飞确有其人，他的原籍在哪儿？请看选项，计时开始。河北正定，河北涿州，山东琅琊，山西运城。六号乐的，您是觉得这题太简单了，是这原因吗？还是在回味刚才那段相声呢？我这手快一下给摁错了键了。摁错了。哦，是啊，是为自己苦笑，后悔了。就是手快一下没看清楚。是。您按的哪个呀？第一。一，河北正定。河北正定，张飞打乒乓球是吧？打乒乓球的，没听偶尔打乒乓球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十位选手的选择是，这个有八票选择涿州，哎，两票选择正定，正确答案是。
河北涿州。哎，好，恭喜八位。他是河北涿州范阳郡人。哎，对，就是河北涿州人。刘备也算那块的。刘备，刘备应该就认识。哎，大树楼桑是吧？对对，也就是涿州这一片。嗯，但是关羽是哪人呢？关羽其实是山西运城。三星。哎，蒲州解良县人。没错没错，就是现在的晋南。对对对对。啊，那这个山东琅琊是怎么回事呢？那就是孔明的老家。对，山东琅琊有这么一种说法，说他是诸葛亮的原型。没错。当然，河南的南阳、湖北的襄阳是对此也有主张，所以现在还是有争议，还在争议之中。对对啊，接下来请看第三题 VCR。我乃燕人张翼德也，谁敢与我决一死战？又不战，退又不退，却为何故？将，快撤！快撤！好，精彩！嗯，反扑。哎，喝断当阳那一段，哎，这个吓得曹军胆裂。哎，啊，说到这个，刚才那个是这个口吐绿水儿，这惊死夏侯杰嘛？夏侯杰，嗯，吐胆汁儿了。对，说这胆汁是绿色的。对，他吐绿水嘛，肯定是胆汁。咱破了，嗯，吓破了胆子了，都破了。嗯，好，下一题，哎，就跟吓破胆有关系，请看题。这题非常厉害，人胆的主要功能是什么？请看选择。造血液、排毒素、吸营养、存胆汁、胆汁，还有五秒，时间到。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选项。哦，八位全都选择存胆汁。胆汁，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？是存胆汁。好，恭喜八位。说通俗一点，嗯，这胆汁是用来方便我们这个消化肉类的啊。食物进入胃之后，被胃酸第一步消化，然后呢，这个就进入十二指肠了。是，这时候胆汁该出来管事儿了。是，哎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，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。是，还有两道题，还有两道题，只剩两道题了，剩两道题了，嗯，只剩两道题了。嗯，接下来我们还是看一段 VCR 来。关开关呐、啊！啊，不用你管呐！反向张飞，咔咔！来将头兵，西凉马超，奔！战马超，哎，又叫两将军，精彩的对白，啊，是是是。那么我们的题目呢就要出来了，哎，啊，好，请看题。《三国演义》中描写张飞身高八尺，相当于现在人的多少身高？请看选项：一米七。
七是一米八，一米八一至一米九，一米九一至两米，两米零一至两米一零。对，你就按现在说，一米是三尺，那么身高八尺就得两米七了。好，那得多是不是、啊？对对对，所以肯定那会儿那尺比现在要短，要短、对对、啊，到底短多少呢？来看看八位的选择，来，好、哦，除了两米零一至两米一零没有人选之外，都有人选。哎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，一米八一至一米九，恭喜四位，恭喜四位。好，最后一题，哎，这一题啊。一般来说啊，说一个历史人物，拿他出题，哦，出到最后一题，你觉得一般会是什么题？那最后一题就是特别难的题，特别难，特别难啊，对。关键这最后一题的题材一般都是说呀，这个历史人物他最终啊，他的结果，就是结局，他的结局是什么啊？好，各位，请看最后一题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。张飞的结局是什么？这个很重要啊，要注意啊。我们的前提是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它的提示是这个，请看选择。计时开始。商场战死，身染重病，部下暗杀，无疾而终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我们来看一下四位的选择。部下暗杀，这就得问一下了。二号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在电视里边演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当时他被部下暗杀了。第一次的话是看到张飞睁着眼睛，所以说被吓得跪在地上求饶。哦，后来知道他在睡觉，然后把他暗杀了。电视里边有这段啊，有一段看电视啊。那这算暗杀吗？这算明杀？因为他睁着眼睛看着他把他给杀了。因为张飞当时睡觉着了。啊，是睡着了，对，睡着了，眼皮子不够长嘛，对吧？对。哎，四号，你要补充一下吗？张飞是平时就对他部下非常的粗暴，然后就暴虐。当时是因为关羽死亡了，然后就要去打吴国，然后他要求在部下在三天之内制其白衣白甲，这个要求很高，那部下觉得做不到。被逼急了。哎，解释了一下，这个说的又补充的很详细。是是是是，五号，你知道这两个部下是谁吗？叫张达，前面那个有个叫张达，哎，有个叫张达，这就对了啊。前面那个叫没记住，没记住。来，九号，您记住那个另一个叫什么了吗？好像是叫范江吧。范江，哎，真好，他们都答对了吗？基本上都给补齐了。哎，那么京剧有这么一出戏呢，就叫《皂白袍》啊，说的就是这段故事。这个刘备啊，曾经提醒过张飞，哎，说你这个生性啊，过于暴虐啊，是经常是鞭笞士卒，这样不太好啊，是取祸之道。是啊，果然就赢了。但是他也确实是心情极其的悲痛的情况下，耳朵都没了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部下暗杀，恭喜四位。四位之中，哪一位在刚才所有的这个答题过程中，哎，综合时间最快，就是我们能够进入最后一挑战的这一位？是我们来看一下，最终四位之中谁手最快？请看结果。排第一的是明熙，恭喜！进入今天终极挑战的就是明熙，恭喜你，恭喜！这里是百人对抗的答题现场。娱乐互动，诙谐幽默，这是充满欢乐幽默的舞台。传统故事，生活百态，热切的互动应答，使你在欢笑中感受国粹魅力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一同与我们出发吧！各位，再次回到梨园闯关，我挂帅。哎，站在我和刘晨老师中间的这一位叫做明熙，今年多大？大家好，我今年24。24岁。那么最后一关规则如下：一名选手答题，答题时间30秒，答对即闯关成功，答错即会转向现场99名选手，答对者均可获得奖品。哎，最后一题，哎啊，有信心哈？有，做好准备了啊！直哆嗦啊！来，向前三步，来。
请回头，请看题，请按照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时间先后为下列张飞的主要事迹排序。好，排序题，请看选项，计时开始。一、鞭打督邮；二、夜战马超；三、喝断当阳；四、义释严颜。请告诉我顺序。一三四二，一三四二，一三四二。鞭打督邮，喝断当阳，义释严颜，夜战马超。可以改吗？可以改吗？可以。还有五秒钟。一三二四，一三二四。时间到了，那么这个结果是否正确？错误的，来，99位，接下来你们获得了最后一题的答题权啊！时间依然是30秒，来，答题开始，请按照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时间先后为下列张飞的主要事迹排序，计时开始。鞭打督邮，夜战马超，喝断党阳，义释严颜。不用着急，这块我们不比答题速度，哎，只比准确性。还有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时间到了。正确答案应该是一三四二。那么到底有多少位答对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57位，恭喜恭喜！你们会获得由本栏目专门提供的精美纪念品一份，恭喜各位！好了，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参与，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报名参加我们现场的答题。我们的报名方式如下啊。哎，看见了吧，哈，这么长一溜啊，好好记住，欢迎各位随时报名啊，填写您的相关资料，就有机会到现场来争夺我们的大奖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我们的口号是国粹国粹真可爱，梨园闯祸。